案情逆转，孙安佐脱困靠精神鉴定遭美警长狠打脸，他说明实际状况，狄英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孙安佐风波延烧了11天，越来越多内幕被爆出来，甚至还有热心的民众将他持枪的多张照片寄到了美国的学校，让孙安佐想脱困都难。狄英和孙鹏为了跨海救儿，不惜卖房筹钱，连聘两位金牌律师，没日没夜盼助儿子能顺利回来。先前一名现职美国职业女律师邱章曾在脸书透露最新案情，她在贴文中表示，美国警方对孙安佐进行精神鉴定，认为他精神不济，再加上美国国安局联邦层级不愿插手帮忙，没有因此闹大，让他直言目前一切都搞定了，最快五月就能脱困回台。但这样的说法隔一天却遭到承办这起案件的美国警长打脸，奥达比警长齐伍德日前在接受访问时被问到孙安佐精神不济之事，他却一口否认，他表示在被告知孙安佐被捕后，警方确实有立即对他进行精神评估，判断他是否有能力接受审判，但他接住说精神鉴定并非由警方说了算，而是需要层层鉴定，法院也绝对不会在草率的状况下判定，因此孙安佐能不能因为精神不济脱困，并强调目前没有听说过。打脸消息传回到台湾，震惊所有人，而当初坦言一切都搞定的律师邱章也在得知警长说法后出面回应，他痛批齐伍德说此一直反反复复，先前关于 Home 妈是否做证人也是前后不一，甚至让他怒轰，这位警长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媒体，被你们吓得胡言乱语。他接住解释精神不济之词，他表示孙安佐才18岁，想为孙鹏夫妇留点面子，所以不想讲那么白。精神不济是很客气的翻译，正确的是什么问医生比较准，留点空间让狄英自己说。最后他也为自己反驳，我只是从美国法官的角度来看，这个年轻人有这么多子弹还有枪，真可怕，不能让他出去危害社会，但他只讲了一句话，只是跟室友讲的，所以最好的做法是驱逐出境，尤其是国安局不接手的情况下。原以为这场风波终于要落幕了，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